好，中国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语言，不但会用台语、用国语，甚至用客家话、用英文能够代表。但是中国却有一个非常特殊却是无声的说法，就是手语。我是自有佛，我佛是真佛，如如不动便是自性佛。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来带来这首手语歌的表演，自如。我们掌声鼓励快乐伙伴的演出。以欢喜心来守护。